小心卡住嘟嘟。耶，羡慕手抄书，一整就把人吓哭哭。可怕宝生来贪吃贪喝，长得有点圆嘟嘟。我出道时间不算久，想看起榜样加油油。可恨人类一直对宝宝尊重不够，都说一拳能打十个我，却是胡扯扯。在万圣节之夜将会迎来我翻身的时刻。我一顿小拳拳，别意外，别被我身份惊呆呆。宝宝就是都市传说中那名鼎鼎的淫怪，会恶心心也会吹，你熊熊非常的坏坏。虽然外表看起来真的可可爱爱，但没堂堂我才不当什么纯良的小乖乖。一直玩吓人大作战，绝不能是拜拜。万圣节鬼怪大狂欢，老套说